姑姑说不行。十二生肖如此喜爱，表演得如此精彩，
应该是感到相当的欣慰了。那下面的这个节目呢，更加能够体现我们中文学校孩子们的语言和表演功力。好，一起来欣赏由胡老师指导，由来自南校马丽萍二年级的同学为大家带来的小话剧《白菜的故事》，掌声有请。Thank you.
请。
请这些代表再次赶上台前，领到自己的
的这一份非常荣誉的奖状。好，下面呢我们要颁发的是2013至2014学年以及2014年秋季退役的理事会、校务会及家长协会人员。阿金、李珏、倪建平、金小平、龚小红、慧琴、董祝安、麦曼舒、杨雪梅，最后两位徐福杰以及黄燕女士，让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这些已经退役的家长代表及校务会理事会成员。非常感谢你们在过去的时间里对中文学校做出的每一份贡献。对，的确是这样。他们虽然不是站在课堂里面给同学们传授知识的老师，但是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中文学校的稳定发展，应该说与这些人的努力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我相信，他们为中文学校的付出，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说是吗？来点掌声好吗？谢谢。谢谢。干嘛呢？还没走呢，还没训练呢。好，那有请还没有上台的这些校务会成员及理事家长协会的各位同志们啊，可以到台前，在台下找我们的刘校长以及霍校长来领取属于自己的荣誉奖章。那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资深理事姚华明先生讲话，有请。掌声欢迎姚华明理事。大家早上好，今天可能节目当中的情绪有点这个变动，我还没有准备马上就跟着我讲话。那么今天的话呢，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校领导和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说再见。我作为一名家长，今天正式毕业了。那么我的中文学校待了22年，从中文学校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是一位家长，到今天已经24年了。那么我因为有2个孩子在中文学校，这个他们的年龄差距比较大，跨过22年，所以说过去20个年中，那么我一直是中文学校的家长。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中文学校现在1000多名家长当中，可能我是唯一的一个见证了我们中文学校从开学到现在这样一个整个发展的这个不平坦的这个经历和过程。我非常感谢中国学校啊，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啊，我见识了我们华人社区的精英，为中文学校、为宏观、为弘扬海中国文化在海外奋斗这样一个过程。我也代替我的孩子感谢中国学校，他们在中国学校学习中文，结识了很多朋友，甚至在前几天我的大儿子虽然是已经在中文学校毕业了11年了，他还跟我谈起中文学校很多很多的往事，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那么今天我要和中文学校说再见了。我的儿子都已经毕业走出了中文学校，我虽然说实在的，今天我既感到很高兴，同时也感到恋恋不舍。我中文学校在发展过程当中，我看到是一个非常不平坦的道路，但是从小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规模，是我们所有的家长、无数的家长齐心努力的结果。我希望我离开中文学校之后，我们的家长继续关心中文学校，支持我们中文学校。等10年、20年、30年之后，我们再回到中文学校，依然看到收一个蓬勃向上的中文学校。谢谢大家。的讲话。那么我们今天呢，增添了一个非常重要
于平、孙敏、Karen Hong、张艺兴、邱龙、张磊、朱丽阳、蒋琪、隋媛媛、唐敏豪、黄静、冯丽萍、任小燕、潘佳慧、罗玉萍、寇慧、金小平和尹智辉，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为这些家长在他们所在的班级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以及祝贺，谢谢你们。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徐红老师指导，由来自北校 Pre-K 的小朋友们为大家带来的儿童表演唱《我的好妈妈小松鼠有鹅》。
请大家注意啊，这群孩子当中有一个是主唱。来自2年级3班的同学为大家